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球经济大受影响。不过台南在地厂商算是持续投入研发，在政府的协助之下，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。台南市市长吴伟铁特别表扬优秀在地企业，希望借着政府的支持，带动产品的竞争力，提升地方产业的发展。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中小企业大受打击。台南市政府为了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积极向中央来争取经费，也提供人力的培训或者是场地资源。今年台南市获得了三项全国第一，第一个就是争取到最多的经费，中央经济部给予我们最多的经费。第二个，我们地方的配合款最多，我们也编列了最多的配合款，能够帮忙中小型企业。第三，我们辅导的家数最多啊，达784家的样子哈。那我们觉得，其实不管是在这个部分，或者是透过我们经发局跟公社会的协力，能够帮忙中小企业向中央申贷好到最多的贷款，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相当的努力。台南市市长吴伟铁也特别来表扬优秀企业，在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内底表现了非常出色，研发新产品，并且将产品推销到国外，增加在地产业的竞争力，也带动台南的经济。我们希望把中央跟地方连结，让中央的资源能够落地台南，然后让台南的厂商能够有更多的研发，对于未来在产业的发展上面能够。透过母鸡带小鸡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营地其实就是希望透过台南各项这些大企业、中企业来对我们新创的厂商的部分能够有更多的支持。不论是食品还是科技的创新开发，企业持续努力的精神使人敬佩，希望借着政府的协助，会当让各家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好。记者林佳义、李晨宇、新营区采访报道。